我们高雄关怀协会团理事长，我们新兴儿基金会林董事长，我们高雄市脑性麻痹协会的王董事长，还有今天所有参与今天赛事的那么富有爱心、富有慈悲心的所有参与者、所有的球迷，大家好。非常荣幸的参加今天的盛会，我首先代表韩市长来欢迎我们2019年第一届向阳杯的一个这个棒球赛。这一次的棒球赛跟过去不一样，它的有三种不同的意义，一个是我们中华职棒退役的棒球都是我们棒球界的老前辈，一个是我们演艺界有碰到这个彭恰恰呢所率领的这个明星的棒球队。这一次是结合我们运动健康和公益一种不同凡响的一个有意义的活动。第三个不同的意义就是他把第一届也难能可贵的，过去都在北部中部，把第一次献给高雄，再一次的代表韩市长向各位表示谢谢。今天在座的台上的各位对韩市长的支持，以及对韩市长那种含有的韩米各位的关心，韩市长在这几天到新加坡、马来西亚回来很忙，可能感冒了，虽然今天没有办法亲自的来出席来开球，当然各位的关心、各位的支持，韩市长我相信他已经收到了，他会把各位的一个支持对高雄市的这样的一个关怀化为具体的力量，带着我们这个精明团队在各位的祝福、各位的一个期盼之下，会把货卖出去，人进了财，高雄发大财，大家发大财，是不是？好，各位在台上是不是给大家爱的掌声？给大家爱的掌声。谢谢，棒棒棒，后辈。最后祝福今天的赛事圆满成功，谢谢，祝大家心想事成，家庭圆满，谢谢，谢谢副市长。